Hello， 大家好，西半嘅 Eugene 又有好嘢介绍咯喎。今次介绍啲咩好呢？就系我哋西半山保威阁一个高层不面向海嘅单位。保威阁有两边出口，其中一个出口系搬咸道，只需要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地铁，而另外一个出口就系柏道啦。保威阁有两座。介绍紧嘅呢个单位位于 B 座高层，建筑面积1604尺，实用面积1359尺。喺西半山大积嘅单位唔系少见，但系大积得嚟可以见到海景就相当之矜贵，而大积得嚟可以见到海景又可以行平路去地铁站嘅话，就更加之难得。介绍紧嘅呢个单位就系咁难得。单位为三房一套的设计，实用率高达85%。主人房有几大？至少可以当两间房用啦。咁靓衫靓鞋就唔使再惊冇地方摆啦。又或者可以间多一间化妆间，摆放靓袋、靓首饰，又点话啫？另外两间房，其中一间用嚟做客房，而另外一间就爱嚟作为书房。大家可以见到面积都是相当之大嘅。我哋嚟睇睇客厕同埋厨房，我哋可以见到即使系客厕都设有浴缸，而厨房更加是宽敞明亮，后面更加有个工人房。咁如果想请工人姐姐翻嚟帮手，就唔使担心冇地方啦。最后家长们留意啦，保威阁位于11校网，附近嘅名校包括英皇、圣加纳、圣士提反、英华等等，仲有香港大学。咁好嘅筍盤，快啲約我 Eugene 睇樓啦！